Hello， 大家好，我是 EK。相信各位看了我昨天发布的那个经典六牙的那个魔王曲的视频之后，就很期待我今天到底要怎么去制作这个雷声的谱子。首先，我想说，就是昨天那个谱子虽然是很难，我知道，不过我是觉得我这样做才能完整的诠释昨天的那一首歌。至于今天的，我没有做的那么难，相比之下，其实我是做的蛮简单的，只是中间需要一点技巧。啊，还是需要一点技巧，不过整体来说还算是挺简单。我只是觉得今天的这个歌曲有点短，因为我听了完整版的，就是那个2分钟半的，我想要做这个完整版的啊，所以我就开了我这个电脑，我自己原本做谱的这个编辑器，我就在原生的这个编辑器做了前面的那一半那一段，然后我就在我的电脑制作另外一半，然后就看着那个一小节一小节把那个谱子从我电脑抄到去我的这个手机那一边，就是将它存在这个第二个存档。不过问题就是做谱的时候不能听后半段的音乐，所以可能有时候你抄的时候啊，可能你会写漏了一小节就整个音就不对了。所以我确实是遇到这个问题，我录制的时候还没有发现，但我剪辑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不过我用很奇妙的技巧将它做成一个特效，把这个一小节没有做好的这个部分消除了，所以大家能够放心的观看啊。没有想到我能在这个音游增加一点特效，希望大家敬请期待吧。这个是雷声的完整版，这个应该不可能发布的啦，因为这个是玩不到的。我只会发布这个。前一半的这个部分而已，也是挺好玩的，希望大家会喜欢吧。